原始想生孩子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可是我觉得就那些需要寻求代理孕母的协助人来讲，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挡在他们前面。今天这个制度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是鼓励大家要可以爱自己血缘的孩子。正常生育的人难道不是在传宗接代吗？难道不是在为他们男人生下他们男人的姓的孩子吗？这一群为了出借子宫而争论不休的女人，在3月3号卫生署公布了人工生殖法草案之后，变得更加激动。代理孕母有人叫她做肚子妈妈，也有人称呼她是受精卵中继站。这个象征医学高科技的制度，把卫生署弄得是焦头烂额，就连女性主义者也掺上一脚，让代理孕母扣上了女人为难女人的大帽子，也让整个复杂的问题陷入了意识形态的逻辑思考中。代理孕母在我们女性主义的观点里面，它事实上是在一个父权社会，就是在维持男性的这个宗族啊，或者是说男性的这个财产的继承来服务的，所以会有很多不孕妇女站出来哭诉说，他们过着这个暗无天日的这种生活啊，怎么样在家庭里面受到压迫啊，这样的情形，其实我想这个技术的开发会给更多这种女人更大的压迫。如果我们一直强调说我们不能使用代理孕母，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身体为自己的男人去生小孩的话，我觉得那个方式倒反过来很可能是维护了某一种父权的思想，就认为女人的身体只能属于一个男人，她只能为她家里面那个男人而服务，而代理孕母却硬生生地拉开了这个距离，好让女人的身体可以不为一个婚姻和家庭，为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来服务。这两派女性主义的说法不免让人觉得似是而非，一边是大肆抨击代理孕母会助纣为虐，加深父权社会下的传宗接代观念，而另外一边却大力鼓吹代理孕母反而能够松动父权。引发更深一层的讨论是，女人的身体到底可不可以像商品一样用金钱来标价和租借？今天这个女人屁股比较大，还是她的这个生育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给她比较多的钱啊？今天她的生育能力比较弱啊，或者是说她比较不能生育，所以她价值比较低啊？如果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待女人的这个身体或者女人的价值的时候，这一点是我们非常担忧的。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从代理孕母这件事情上反而可以看得出来，女人多了一个经济自主的机会，因为比方说像现在代理孕母价码还不错，蛮高的，那么一个女人其实可以透过替别人生一个孩子而获得她的经济上的独立，这个比苦干多少年多少年都来得快，而且来得充满爱心。不论女人的子宫是不可亵渎的圣殿，还是可以租借的工具，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却不是不孕症夫妻最关心的议题，因为他们在乎的是怎么样找到一个健康的、有子宫的、不会带来后顾之忧和感情纠葛的人，帮他们完成生育的大事。支持代理孕母制度的陈昭姿夫妇，就是因为不孕症，曾经委托过好朋友代孕。来告诉我说她愿意做代孕妈妈的女人哈，这么多，远超过不孕的女人。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们欺压这群人，压迫这群人，要求一个人，试问我们如何能够要求一个人为你怀孕呢？我们透过别人做也是大家心甘情愿的，大家同意的，对不对？我不会，如果你不同意，我不会强迫你啊。没有人可以拿一支刀子或拿一支枪强迫你说，哎，你必须强迫你要做我的代理孕母，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这是大家心甘情愿的啊。双方心甘情愿，在道德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但是怀胎十月这其中的种种状况，一旦形成契约，要被法律规范，那可不是一句你情我愿就能够了事。这个契约它的复杂性最主要就是说，它是一个三方的契约，是医疗机构跟不孕夫妻还有这个孕母。那孕母如果有配偶的话，又要多一个当事人了，跟我们传统的契约只是双方的契约啊，我们两个讲好就好，它不是，它是一个三方的，所以它的权利义务关系确实是比传统的契约来的复杂。委托的夫妻有一方
婚姻发生问题或者是病故啊，或者是有意外的情形，那么这孩子的归属到底是怎么样啊？这是一个问题。那再来是在这个育母怀孕的过程里面，如果他有个人的这种生理的因素啊，导致必须要流产，或者可能他怀孕不顺利，或者检查出孩子有畸形的时候，那到底这个要怎么处理？是不是要堕胎人工流产，还是要继续生出来？好，那如果都没有问题，到生出来的时候发现孩子的确是有异常或者畸形的现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的责任归属又是在哪一方？对于从自己肚子里生出小孩却不能够叫自己妈妈的做法，严重的挑战了民法对于母亲的定义。然而即使民法不针对这样特殊的状况而修正，其他的相关法令也要有配套措施。应该所谓的配套的部分应该是属于医疗法规，因为这个法目前把它界定在它是在一个治疗行为上面，而不是在一个创造生命，不是在做一个基因科技的研究，所以应该是所有医疗法规里面去做一个整理，应该是就足够了。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呢，它是需要有一些心理的人啊，心理学家或是精神科医师，一些社会学家、社会工作人员去了解这个代理孕母的他的一种成熟度啊，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些 MMPI 这种心理的测试，那他可以要求说这个必须怀孕过才能够帮助别人啊。不过是修法也好，是订立配套措施也罢，对于代孕妈妈生出来的孩子能不能够面对大人们的复杂关系，这些大人们的观点也相当复杂。只要是违反一些自然的法则，其实成人要去处理这样复杂的议题都不容易。那在处理的如果不恰当，或者说准备的不充分的状况下，孩子可能都会受到伤害。那我们委托一个好朋友帮我们生下小孩子，我们这好朋友对我们的孩子有感情，坦白说站在我们立场，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儿子多了一个父母的疼爱啊，又何不可 ？Why not？就是正常家庭出生的孩子也会有这种复杂的状况啊，无数的孩子出生在父母不和的年代里，无数的孩子出生在夫家和妻家之间互相斗争的环境里面，他们出生在很复杂的大家庭里面，孩子本来就会面对很多很多复杂的状况，代理孕母所生的孩子并不是特别。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收养别人的孩子俨然成为不孕夫妻的另外一种替代方案，只不过中国人要生自己血缘孩子的传统观念依然牢不可破。有几对夫妻哈，他能生，他选择不生去领养孩子，有几对夫妻啊？你可以去做问卷调查。我敢说100对找不到，1000对找不到一对，10000对找不到一对啊！正常的家庭，反而他们应该更应该去领养那些没有人要的小孩子，因为他们已经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啊，对吧？他们已经比我们这些不孕夫妻过得更快乐的日子，他们有自己的小孩子啊，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再去把一部分的爱心分去领养其他小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这些不孕的夫妻一定要去领养别人的孩子？科技本来就是要服务人类的需要，那现在的话科技能够使得人类做这样一个选择，我觉得当然要维护大家做这个选择的权利。因此领养和代理孕母之间就好像有市场区隔，不在乎血缘关系的人不论能不能生都可能会收养孩子，但是强调血浓于水的人，代理孕母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或许女性主义者是应该大家踏伐父权和血缘的观念，只不过要不要因为意识形态和法律责任归属的问题就剥夺了不孕妇女的生育选择权，却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